欢迎来到光洁心门。现在要和大家分享的是，我用姐姐咒子来这如意盘。现在开始，对折，再对折。打开尖角，两个角折起来，这边也是一样。翻过来。后翻过来，然后这个角也要折，这是尖角，翻下去，我们一共要用3张。连起来，片一片翻，哦，这边我没有连到。
这边我们啊，江湖来年。慢慢调整。好了，完成了，谢谢大家，感恩大家。